陛下曾经说过，莫比斯军团一直在利用这处设施培育异形，我必须使用巴里俄斯机甲，才能打破混合体舱室。我们的无畏遭到攻击，我不得不面对我的心灵同胞。 SCV 救去。 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。 收割者伙计来敲门了。升级完毕，你的部队遭到攻击。现在是生死攸关的一刻。 从未见过像莫比斯军团这样的组织，我们都在捣毁它。有辆列车会驶过这座设施，他们就……巴黎俄斯的零件已经……你的部队遭到攻击。 升级完毕，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。我会追他们到天涯。你们很有效率。零件现在正在执行开机诊断。你的部队遭到攻击。 将军，巴里俄斯。谁要打过去吗？我们的援手遭到攻击。
这个洞口对准了我们的基地，方式已打破。大家伙已经准备。我中箭。 马上又有一辆列车要。我们的盟友遭攻击了。那只混合体死了，但是巴里俄斯差点就给他。刚才那一战打烂了巴里俄斯不少零件，沃比斯就要得手了。 压力越来越大了，杀死这个混混！巴里俄斯已经修复过半了。哦，看呐，我们已经集齐，我正在为部署巴里俄斯做最后的准备。列车可不会停下来等你们。快，发现敌情。 战斗了，我正在前往。的 SCV 遭到攻击。 点亮你们的战士们！巴里俄斯在刚才的战斗中受损严重，我们的进程已经过半。巴里俄斯需要的材料都已经找齐了。 战斗系统运行良好，安全测试。混合体舱室位置已经识别。 基地里要有伴儿了。封闭舱已破坏。你不用跟我说两次了。